我现在我有冰淇淋，我很喜欢冰淇淋，但是速度与激情就比冰淇淋速度与激情就我最喜欢，所以现在是音乐时间，准备一二三，两个礼拜以后速度与激情就两个礼拜以后速度与激情就两个礼拜以后速度与激情就不要忘记，不要错过去电影院看速度与激情就，因为非常好电影，动作非常好，差不多一样，冰淇淋，再见。